把车给办好。张队长，你好，来了。同学们，这是西平的张队长。欢迎，欢迎。到齐了，咱们就走吧。好。 这就是那棵有名的英雄树呢。啊，我知道这棵英雄树。这棵山楂树啊，之所以被称为英雄树，是因为它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年代里，见证了无数革命先烈为祖国、为人民英勇献身的可歌可泣的场面。鬼子在这个地方啊，从第一个抗日英雄。 被日本侵略者枪杀在这棵山楂树下，无数的抗日战士前赴后继的在这棵树下牺牲，烈士的鲜血啊，浇灌了这棵树下的土地。你们都知道，山楂树本来是开白花的吧？但是这棵山楂树不一样，因为被烈士的鲜血浇灌，它的花色越变越红，到了后来，彻底就开红花了。是，都这么说呢。这棵山楂树。 是我们编写革命教育课本最好的素材。大家欢迎！来来，两人一家。好，我们就住在贫下中农家里，两个人一家。记住，要发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光荣传统。你们俩，你们俩一家。 你们俩，老师一人一家，啊，还剩下一个，就住我家吧。谢谢队长。来了，谁？来了。学生叫静秋。哦，哎，大妈。哎哎哎。 妈妈叫静姑姑，姑姑，哎，快进来。我家长芳在镇上上中学，她不回来，你就一个人睡。这是老大，老大媳妇儿。这是欢欢。 这是我闺女长芳，这是长芳。我家老二长林，我爹说家里来了客，叫我回来挑水。这是住咱家的静秋姑娘，人家可是城里来的高中生，你得好好跟人学习啊。嗯。大妈，我帮您做饭吧。好啊。真好看。城里的偷生当然好看了。 三爹也是城里的。欢欢，带你三爹回来吃饭。你上你静姑姑一块儿去啊。好。你三爹在哪儿啊？探探队。 山楂树下，水浪静，水旋风和月色。
这就是城里来的学生作家。不不，不是作家，我是八中的学生，来采写村史，回去帮老师编教材。你肯定要写那棵山楂树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猜的。给。给。给小孩吃吧。不是小孩就不能吃糖了？不是小孩就不能吃糖了。你们刚才唱的歌真好听。这是苏联歌曲《山楂树》，50年代在中国很流行，我爸爸妈妈都会唱。张队长说，那棵英雄树跟别的树不一样，它开的是红花，你看过吗？我是冬天才来的。我就是想弄清楚，因为要写在教材里。你怎么听就怎么写，开什么颜色的花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。那还不简单，等开花的时候你来看一眼不就清楚了？什么时候开花？5、6月份吧。我们4月底就走了。那到时候你再来一趟，我陪你一块去。就怕以后没时间了。静秋姑娘，你坐这儿。哎，小芳，静秋姑娘大你1岁，你应该管她叫姐姐呢。静秋姐姐，这是大哥。大哥。哎，这是大嫂。大嫂。哎，这是二哥。二哥。哎，这又不是部队点名，你不用站起来。这是三哥。三哥。三哥。我不是他们家的，我叫孙建新，是地质勘探队的，大妈拿我当儿子就叫我老三，吃了饭我得回队里住。你就叫我名字好了，或者跟大家一样叫我老三。老三。图往两边打，这干活秃头把要抓紧，手松容易打炮。你先得把扣子解开。正写材料呢，我在描写那棵开红花的山楂树。你文笔很好，不过让你写这些东西，真是可惜你的才华了。不会啊，这是革命教材，一定要写好。你也害怕自己犯错误？我要是不犯错误，高中毕业之后就能留校工作，那样就可以帮着妈妈养家了。那就写好那棵山楂树吧，至少它结的果子是红色的。写材料费眼睛，光线太暗可不行。
还在写那棵山楂树呢。你这些天跑哪儿去了？我还以为你调走了。我帮二队修柴油机去了。你也不告诉大妈一声。欢欢天天找你呢。走得急，没时间过来说一声。你那支钢笔漏水了，你就换新吧。我这不是送你礼物，我这是为革命节约墨水呢。喜欢吗？罗老师通知我回学校排练个节目，还鼓励我好好表现，争取能够留校。我明天要回市里几天。你明天一早就走？偏方给你妈妈试试吧，光吃核桃冰糖也不行。行，那我试试吧。你爸还在外地劳动改造呢，好长时间都没有来信了。咱们学校走资派又不止一个，凭什么天天骂你妈妈，净欺负老师。妈妈，爸爸，妈，止疼片吃多了伤胃。
你留校工作的事儿，我听说有了新政策，也不知道怎么样。您别着急，应该没有问题吧？你千万要好好表现啊！人的前途，一步走错就步步错，你爸就是个例子。一直在这儿等，我怕你不回来了，又害怕你路上出事儿。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，春捂秋冻。这是毛主席语录，可能是列宁同志说的。看样子这家肯定有饭吃。说不定还有肉呢，老乡，老乡，我是地质勘探队的，有工作证、粮票，还有钱。我又不是你们勘探队的，不能骗人家贫下中农啊。那你是勘探队家属啊。我来吧。张嘴，你跟谁学会做饭的？跟我妈。他们都说你家是高干。我妈妈是走资派，4年前跳楼自杀了。我妈妈生前特别爱美，自杀前还洗了脸，梳了头，换了干净衣服，最后跳楼把脸都摔烂。这就是宿命吧。
怎么不高兴？听说你要走了，给你拿点冰糖。买冰糖的钱，还有钢笔的钱，我都会还给你的。先给你妈妈治病吧，我野外作业工资高，这点钱不算什么。我当然在乎这几个钱了，我爸爸又不是省城高干。这钱算我先借你的，等你以后有工作了再还我好了。我这种人能有什么工作？我会托人把钱带给你的。反正我要走了，以后我们别来往了。景秋，像农村好啊，还是教育革命结硕果啊。李主任，我想找个活干，我妈有病，家里生活困难。可是你这小骨子小肉的，哪有适合你干的活啊？哎呀，就怕你受不了啊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，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。说得好。金秋姐姐，我说放暑假来市里看你的。100块钱，你怎么想起来给我钱了？省得你在外头干粗活。这钱是谁给的？我们西平村呗。西平村谁啊？我家呗。那这钱我就更不能要了。这钱是三哥给的，你收下吧。他这样对我，他对象会不高兴的。三哥哪有对象？你听谁说的？听大妈和叶老师说的，说还看过照片。那是他妹妹的照片，他拿出来糊弄人的。真是的。三哥知道你误会他，他不让我跟你说，也不让我跟你说。钱是他给的，我有收入。你干嘛不要啊？他一片好心，生怕你打工受伤。那你就回去告诉他，你没找着我不就完了？报告。你怎么老迟到？还没训练就累成这样，是不是还没交钱？就你还没运动衣。好，回队。继续训练，别断。好球！好，补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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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打球，好，补位。好球！好，好，好。长林，你怎么来了？等多长时间了？核桃。啊，
家加工呢，十个信封挣一分钱。你们家比山里人还穷。这冰糖谁买的？哦，我大哥找医生开的营养品证明，我妈叫我到镇上供销社买的。我给你做饭去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吃过了。我看见你在学校里打排球了，拿去买球衣吧，不要影响球队集体形象。我知道你是五号。偷偷看你打球呢。千万别让我们老师看见你。放心吧，这就走。静秋，你穿这运动衣真好看。给你的，还给我山楂果吃呢。后来让拖拉机嘟嘟嘟的把他拉走了。他是不是穿着蓝色夹袄？嗯，他个子挺高的，脚上还穿着大头鞋呢。你可千万别告诉咱妈。为什么？别问为什么，想不想吃板鸭？怎么不开灯啊？山楂果从哪儿来的？哦，是西平村的长方送来的。
去年的今天，我第一次见到你，心里就想，这个女孩为什么这么忧伤呢？我从小就这个样子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我爸爸是右派，一直在外面劳改，妈妈身体不好，我要是上山下乡了，家里就没人管了。说不定哪天政策就变了，那时你想上山下乡都没有地方去呢。你又胡说了。我不是胡说，连我父亲都要恢复工作了，他让我弟弟写信要我回省城去，还说家里又要给我介绍对象了。你又出尔反尔了？怎么会，我不会背叛你的。你可能还没有爱过，所以你不相信这世界上永远的爱情。等你爱上谁了，你就知道在这世上有那么一个人，他宁可死也不会对你出尔反尔的。你冷吗？要不我们往回走吧。你也披上吧。这不等于没用吗？哎，现在还冷吗？不冷。我还有一年转正期呢。嗯，那我就等你领一个月。我妈不让我25岁以前谈恋爱。那我就等你到25岁。要是到了25岁也不行呢。那我就等你一辈子。姐，你去哪儿了？妈妈出去找你都掉沟里了。姐，你不是说去钟平姐家借书了吗？我去过钟平家了。西平村来了一个人看我。男的女的？女的，我们在河边说了一会儿话。你答应我要好好表现。你在学校顶职的事儿快要定了，周围很多人眼红呢，要关键时刻出了问题，别说留校，永远会抬不起头来，大儿会跟你一辈子的。听说你爸爸也快回来了。爸爸也回来了？爸爸要回来了。你们不要在外面胡说啊，小心鸡飞蛋打，都记住了。从今往后，晚上不许出去。你是找到组织了吧？什么组织啊？你就说这金鱼怎么编吧。金鱼？农夫在哪儿呢？知识青年大龙村去，接受平乡观众的发奖励，行业必争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，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，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。这一批肯定有我，
看来我得当一辈子农民了。说不定哪天政策就变了，到时候你想上山下乡都没地方去呢。你看，你现在说话很深刻呀，真是找到组织了。你瞎说什么？踏踏实实的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知道不知道？行，我知道了。不像在家似的疯疯癫癫的大大咧咧的，可不行啊，知道吗？嗯，知道了嘛。你哭什么呀？现在你看谁还哭啊？好好照顾。好了好了，妈，我上车了。哎，快看快看，就是那个靠车边上那个二班的，我俩一个公社。哪儿？行嘞行嘞，车边上。这次你能留校工作，应该感谢党的政策。父母的问题是父母的，你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，重在政治表现。一年的转正期是个考验，希望你不要辜负组织对你的信任。我一定努力工作，报答组织的培养。学校放暑假了，我主动要求参加修整篮球场的工作。这就对了。为什么你拉这么重的车？你干不了这活儿。是我主动要求锻炼的。算了，让别人拉吧。我再拉最后一车。别让人看见咱俩在一块儿，我在转正期还要接受组织考验呢。我知道，所以我看周围没人才过来跟你说两句。现在是午休时间，你溜号吧。行吗？修篮球场又不是修战壕，我带你去河边吧，那没人。我不会游泳。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，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。孙建新教导我们说，进球同志多日辛苦，应当放松一下。你又胡说八道。这么难看，怎么穿呀？这怎么难看了？人家游泳都穿这个，要不商店里怎么会卖呢？我不想穿。恭喜大家好了。
下来呀、啊！你就穿成那样，下来呀、啊！你怎么不下来呢？你怎么不叫醒我？你睡就是了，干嘛叫你？好不容易见你一面，给睡过去了。最近不知道为什么，经常忽然就困了。你总去二队加班，太累了。你编的。这是第三只，前两只编的不好。我去开，我去开。没人看见我，妈妈走了我才过来。你这么早，昨天晚上就到了吧？来，油条、面窝。他
他是我一个朋友，你们可别告诉妈妈。大哥哥，你怎么还给我山楂果吃呢？小弟弟，保密工作做得很好。怎么会烧成这样？你怎么知道我的脚烧伤了？昨天我躲在墙外看你半天呢。就是铁人，他的脚也会被水泥和石灰烧坏的。穿这么好的胶鞋去劳动，别人该怎么看我呀？你要是不穿的话，我也光脚跑到石灰里去踩，把我的脚也烧坏。我穿，我一定穿。你推自行车干嘛？我带你去医院啊，现在就去。你的脚已经发炎了。我不去，我从小就害怕医院，害怕验血，害怕白大褂，我最害怕打针了。去吧，我会打针的。我不去，万一碰上什么人呢？去部队医院，特别清静，不会遇到熟人的。我什么医院都不去。去吧，听话。我就是不去。你到底去不去？不去。你疯了！现在去医院吧。你以后不要这样了，都吓死我了。好，虚心接受你的批评。你胳膊没事了吧？没事，就是血流的多了点，护士说我凝血机之长。那要不要再检查一次？不用，血流的多说明身体好啊。哎，你干脆坐前面吧，这样就没认出你了。认识一年多了，你还没叫过我呢。
叫我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叫你什么。反正不能跟别人叫的一样。说呀，到底叫我什么？以后再说吧。你擦把脸吧，可以凉快点。你胳膊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这么说，核桃、冰糖、山楂果，还有运动衣、胶鞋。都是这位孙同志送的吧？阿姨，您叫我小孙好了。你不要叫我阿姨，叫我张老师。是，张老师。你们出去吧。张老师，您是知识分子家庭，我建议让静秋坐下说话。那我也站着。坐下吧。张老师，您讲吧。我听着。我不反对自由恋爱，但是不允许静秋早恋。我丈夫是右派，我也在学校劳动改造，我们这样的家庭是没有前途的。张老师，可能我们对前途的理解有所不同。当然有所不同，静秋正处在转正期，学校随时可能清退她的，我都已经听到风言风语了。这都怪我。你要真对他好，也不会在乎这一年两年不见面吧。你出身好，可能不能理解我们这样的家庭。不，我能理解。那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了。一致的，一致的。他转正前，我保证不来找他。转正后，如果犯了错误，学校随时也可以不要他的。是，不能让静秋犯错误。那好，我希望你信守诺言，不要毁了静秋前途。您放心吧，张老师，我能等，无论等多久。你们还年轻，还有很多时间。是，我们还有很多时间。那好，话都说明白了。是，说明白了。张老师，走之前我还有一个请求，可以吗？我想把静秋的脚再帮他包扎一下。我们家地方小，我就不回避了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
你们俩在外面待着啊，我有话跟姐姐说。脚好点没？好点了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要跟我说实话，他抱过你没有？那亲过你没有？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还规矩不？没有到处磨磨捏捏？妈，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说呀，到底有没有？您问这个干什么？你别管干什么，你先回答我，到底有没有？没有。你过来。妈，您摸我鼻子干什么？我跟你奶奶学的，看看是不是原来的你。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没有。没有就好。他不是说等我一辈子吗？容易说出口的话最不结实，张口就说一辈子的人，兴许啊，只热乎一阵子。你怎么跑来了？一个月都没有你消息了，急死我了。后来才听长毛说你住院了，到底得了什么病？我们地质勘探队定期体检，正常住院。既然是正常体检，你住院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不是害怕你不放心吗？你不要瞒我。你到底得了什么病？咱这两个人就不踏实。你听说我得的什么病？听长方说是白血病。什么白血病、黑血病的？我只不过是有点感冒、低烧、抵抗力差，也许是在二队加班累的。长方哪儿懂啊！我要真是白血病，这县医院也治不了啊。不信，我带你去问内科大夫，现在就去。去问问就知道了。不用去了，我信。哎，你来找我请假了吗？我请了三天假来陪你，这怎么成的？你妈妈知道了怎么办？我刚跟她做过保证。我假装跟妈妈说去校办农场劳动，她信了。那你跟学校领导怎么讲的？罗老师不知道，大不了我回去写个检讨。哎呀，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你太幼稚了，这会影响你前途的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只是查体，根本不是白血病。你必须马上回去。我不回去。我要陪着你。这是医院，那能说陪就陪啊？再说晚上你住哪儿？楼道里不是有椅子吗？你这简直是胡闹。我就胡闹了。你不是老说我胆小怕犯错误吗？我就犯一次错误。不能陪夜，家属赶紧离开，不要干扰我们院的革命秩序。
伤太严，加速赶紧离开。大姐，赶紧走了。有人吗？医院规定家属不让陪夜啊。起床的，起床的，赶紧回去睡觉。这位女同志，走吧。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我们就坐一会儿，马上就走。半会儿也不行，我看着你走，走。我们就再坐一会儿。说了半会儿也不行，这是医院的规定。走了，明天再来啊，明天再来，你回去睡觉。同志，我大老远来的，让我再坐一会儿吧。多远都不行，比你远的有的是呢。走，回睡觉，睡觉，睡觉。我们保证不说话了。不说话也不行，走走走，我送你走。同志，我求求你了，让我在里面待着吧，我保证不再嚷嚷了，行吗？不行不行，这是医院的规定，革命秩序要大家遵守。明天再来看一样嘛，对吧？明天再来啊。你带我上街干嘛？给你买牙膏、牙刷、脸盆、肥皂啊。
我跟高护士进了宿舍，今天晚上你必须在床上睡觉。给你做件衣裳吧，你说的那棵山楂树开红花，应当就这颜色。太鲜艳了吧？不鲜艳，你穿这颜色好看。你不要老穿蓝色的，人人一样。你说好看就行，我让魏红帮我做，他家有缝纫机。哎，你想不想去看看那棵山楂树？现在又没开花，大老远的，下次吧。恐怕以后没机会了。谁说没机会了？以后机会多着呢。男同志向女同志靠近一点。哎，男同志再向女同志靠近一点。女同志向男同志靠近一点。男同志把头抬起来，女同志也把头抬起来。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啊，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友谊，海内存知己，天下若比邻嘛。这样好，这样好，这样好。这是我留给你的记号，以后不管我在哪儿，只要听到你的名字，我带着这个记号就回来了。你说我做件什么样的衣裳好看？什么样的都行，你穿什么都好看。那我回去就做，做好了就传给你看。好。等那棵山楂树开花的时候，我就穿上这红衣裳，跟你一块儿去。如果开的是红花，看看颜色是不是一样。好，到时候咱俩一块去。我跟大夫请了假，今天晚上不走了，行不行？要不算了，我还是回病房吧。不不，你留下。床这么小，怎么睡呀？这回咱俩换一下，你睡床上，我坐椅子上陪你。那不行，你睡床上，我坐椅子上。要不，咱俩谁都不坐椅子，行不行？我去打热水，帮你泡泡脚。你这脸盆哪买的？医院小卖部。小卖部在哪？出了楼门口左转就是。去这么长时间啊？来泡脚吧。我给你变个魔术吧，闭上眼睛。睁眼吧。怎么变的？不行，我不能把脚放在山楂树里，把它弄脏了。对，不能弄脏它，
你从哪儿弄的这个盆啊？刚刚在小卖部买的，人家都关门了，说了半天好话呢。这就是山楂树结的果子吧？真好看。我就知道你喜欢。来，泡脚吧。不疼了吧？早好了。认识你真好。你睡吧，我就这样陪着你。我不要你这样陪着我，我要你也躺上来。我就这么看着你，看你一辈子。我在路上就想好了，你做什么我都答应。你躺在我身边吧。
书上说男人和女人躺在一起就会怀孕，你是怕我怀孕吗？将来你会怀孕的，你会有孩子，你会做妈妈，然后做奶奶，你会有子子孙孙的。那你呢？你活着，我就活着。要是你也死了，我就真的死了。听懂了吗？
魏红，你回城探亲来了？屋里没人吧？妈妈他们都不在。你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我怀孕了。他要是敢承认，我就敢把孩子生下来。反正迟早是夫妻呗。可是他溜了，他就是不是他。他是谁？还有谁？二班的那个家伙。那怎么办？做了吧。做什么？人流呀。连这个都不知道。不能在市医院做，万一有人告诉我妈妈，得去县医院，那儿没人认识我，还得找人开个介绍信。你可得陪我去。我还得烫个头，显得岁数大点儿。这男人，你就不能让他得了手？你可别像我这么傻。什么是得手？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？就是两人睡一张床上。两人睡一张床上？你给边靖宇的那位，你也让他得手了？听别人说他可能得病了。什么病啊？都是装的，想让你心软呗。二班的那个家伙还说自己得癌症呢，谁信啊？男人啊，以前的殷勤都是假的，就是为了得手，一得手就变心。你别不信我说的话，历史经验值得注意。不信你去找找看，那家伙肯定溜了。同志，请问孙建新呢？孙建新昨天出院了。哦，你是前几天来的那个同志吧？我姓高，小孙有东西托我交给你。他留下什么话没有？没有。他到底得了什么病？勘探队送来的，说是检查。不是白血病？白血病？不会吧，我们医院哪治得了这种病？哎，同志，你的东西送给你吧。他已经送给我一个脸盆了，他说这个一定要你拿回去。谢谢。你什么病啊？不是我。不是你谁呀？家属呢？
手术顺利吗？你看看你那头发，弄得跟鸡窝似的。你以为这样人就不认识你了？你坐下吧。你知道吗？咱们家出身不好，这事儿万一传出去，你要在农村待一辈子。待一辈子就待一辈子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说不定哪天身子就变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待一辈子就待一辈子。你了我，你就在农村待着吧，你妈不管你了。疼死我！这辈子都不再怀孕。那我会不会也怀孕？当然了，一下子就有了。什么叫一下子就有了？你不是让他得手了吗？你到底有没有让他得手？你给我说点具体情况，详细点说。就这些，就手拉手，没脱衣服，没有，你没骗我吧？这哪叫得手啊？这叫啥事也没有，傻傻。要我说。你给变金鱼的这位可真是好男人，他是真疼你啊。上次找你们谈话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在你转正期间不来往，你们都向我做了保证，为什么还胡闹？你这样做就不怕学校清退你啊？我必须去找他。你年纪轻轻，哪有这么多必须的事情啊？你告诉我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为什么必须找他？他可能得了白血病。白血病？确诊了吗？不清楚，我听长方说的。当年我就是这么痴心才嫁给你爸爸的。
秋。靖哥哥。靖秋姑娘，你咋来了？可比去年瘦了。来，进来。还没吃饭呢吗？对，快坐，咱俩坐这儿。这拿副碗筷去，快。坐在这儿啊。靖秋姐姐，你是来找三哥的吧？可怜的老三，你怎么就得了这么个病呢？我们也好几个月没见他了。再去勘探队问问，兴许没事儿。好长时间没看到他了，听说他病了，是不是白血病？去年二月好像有人得白血病死了哈，但他不至于啊，他身体那么好，还天天洗冷水澡呢。之前好像看他从二队弄过几块矿石样本，说是要拿到省城去化验，不想让工友们再糊里糊涂生病了，不知道他的病跟着有没有关系。他还在等。
快叫啊，再不叫就来不及了。快叫啊，你平常怎么叫他就怎么叫，他还能听得见。静秋，我是静秋，我是静秋，我是静秋。你不是答应我，一听到我的名字你就会回来吗？我是静秋，我是静秋。你看，你不是说我穿红衣服好看吗？我穿着它来了，我穿着它来看你了，我穿着它来看你。山楂树下，风吹乱青年轩，共和体将的头。